抓重点，抓真相，欢迎收看《环宇把抓》，我是张老何今天抓出四个关键字，带你抓住天下事。民进党 Me Too 性骚扰案延烧，二号被害人挺身而出，性骚扰申诉照样被吃案，还遭到一连串羞辱逼退。民进党，请你讲清楚、说明白。有党政靠山横着走，蔡英文御用导演辉哥一碰争议事件，神隐了。他拿标案跟绿营高层的关系到底多密切？ 绿营豪赌满盘输，面对性骚案赖百烂不回，推同仁上火线，最后烧到自己才紧急灭火。这背后解析竟然是一连串豪赌，猴猪双管齐下固蓝票，蓝营大佬齐聚挺猴，直接破除谣言。周末南下，猴猪双向大打陆战。现在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第一位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早上好，大家好。国民党桃园市议员林涛，早上好，大家好。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赵怡翔，大家午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又成，上午好，大家好。好，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民进党的性骚案，这个星星之远真的可以燎原了吗？现在第二名的受害者出现了，同样是被辞案，更惨的事情，他被霸凌了，他被言语逼迫了，他被跪着说，他被逼迫说他必须要道歉到底。 怎么回事呢？这是第二名的被害人，他在脸书上面他发文了，他当时是求助了青年部主任，却被逼迫道歉。好，我们先把他的贴文先全部把一些重要的摘要先把它列论罗列下来来看,看，到是我知道此时此刻啊，民进党已经承受不起。 再有第二个受害者出现，现在任何的受害事件都会被升为是政治炒作，进而攻击这个我曾经深爱、很投入的一切热情服务的党。不过这个事件的加害者就是我当时的部门同仁陈圈圈，比方说他们是一个同事的关系，还有我的主管，他主管是谁？当时时任青年部的主任叫做蔡木林。 他指控他，他不仅没有把我接住，更狠狠的把我踹到一个无底深渊。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拾起完整的自己。他是拖着支离破碎的身躯，我已经心死，离开了政治工作。而为什么说他们的关系这么密切呢？最主要是这个加害人陈啊，是主任最重要的下属，也是他竞选立委办公室的主任。 他因为我追求我不成，进而恼羞，后来跟主任联手把我逼走。那一段过程是他人生最黑暗、最可怕的噩梦。 他又举几个例子出来，好，我们帮大家简单介绍这个懒人包。他说他当时呢加入他们的时候，他已经跟全部人都讲说，全部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他是有男友的情况下，没想到姓陈这个男的、啊、不断的去骚扰他，用讯息啦，用电话啦，甚至喝醉酒的时候手来脚来对他一阵乱乱摸。他讲说同事我可以去忍耐，我是虽然觉得很恶心，但我是同事我忍耐。但最后越来越夸张，甚至还有一次他喝醉酒的情况之下，他直接叫被被害人说你跟我上车。 哦，直问型的语气哈、哦，直接叫他过来上车，在大庭广众之下闹得他很尴尬。这时候他能怎么办呢？他马上找上他的主管，是时任青年部的主任蔡木林来申诉。没想到蔡木林一开始哇，讲的好像。 很挺他，他讲说，哎、欸，他每天送你早餐呢、啊，已经是很严重的事情。当时被害人想说，只有主任懂我，那应该帮我申诉啊。他那时候就把话说了下去，他说他有告诉这个加害人呢、啊，请你保持距离，觉得这样真的很不舒服。没想到蔡木林他的情绪突然大转变了，直接翻脸了。他说不是啊。 你给人家烧到很火，还关门说要保持距离，谁不会把这个门给撞开？雄性动物追求异性不成，总是会被伤自尊嘛，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多体谅啊！这件事情过后，他也没有办法保守住秘密哦，现在搞的是全办公室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现在被害人他遇到的是什么？他是每日的职场霸凌，最后甚至逼迫道歉，让他觉得身心灵受到非常不舒服。好，来原汁，现在我们通篇看完。 这边是我们的懒人包，在文章里面还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提及的？哎、嗯，赵、欸、和，我觉得这个案子真的非常严重，哈哈。第一个哈，就是这个受害者哈，他的受害者呢，他被性骚扰，性骚扰让到最后让他自己觉得自己很肮脏的地步，你就知道他内心承受多大的痛苦。第二个是他求助无无门，他跟他的主管讲，主管反过来检讨他。第三件事情就是他因为去申诉这个事情，反而遭到每日的职场霸凌，对，最后他被迫离职。 所以这每一个环节都让你非常看不下去，而且你如果仔细去听他那个细节哦，你更会受不了。怎么说？你知道说他是怎么样被骚扰的吗？因为骚扰他的是一个他部门的一个小主管，然后也是主任的爱将。这个小主管呢，时不时呢就会在比如说平常员工聚餐的时候，偷偷对他身体接触，摸他头发，亲他脸颊，摸他屁股，搂他腰。那他每一次都是明确的拒绝说：“我有男朋友，你不要这样。”对。可是他完全变本加厉，甚至于呢，常常晚上打给他就算了，有时候。 半夜的时候，冲到他家按电铃叫他下来跟我去喝酒，他不堪其扰了。然后他讲说，最让他觉得不能接受的是有两次出差的时候，因为要出差大家都要一起住外面嘛，你知道吗？有一次他们在外面哈工作完之后，他想要跟那个那个小主管先保持个距离，这个姓陈的一个陈男保持距离，那个陈男直接大庭广众当着所有的同事的面前说：“你给我上车，跟我一起回到我的住宿住。”那开玩笑，那当然不能上车啊，这能看吗？对。 第一个上车，人家怀疑你们两个要干嘛，对不对？第二个，他他一定会害怕说跟你回到你住宿处，你队友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其他的同事又说，诶、欸，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诶、欸，他为了要顾及说其他同事会不会被会不会被这个小主管骂哦，他说没关系，我来处理，我来处理。他就真的就跟那个人上了计程车，就回到住宿处。那回到住宿处，那他还是回还还是各自回到房门嘛。那结果那个城南就是、要骚扰他的人，一直按电铃不开，然后他不开门，还踹门呢、欸。 哎，在、欸、在那个饭店里面这样闹哎、欸，变本加厉，变本加厉哎、欸，踹门，然后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就是说他们住在旁边，然后因为这个女生她听到那个陈南讲话很大声，也可能讲到一些民进党的机密什么的，她好心跟她讲说，哎、欸，你的声音太大，隔音比较差，会被人家听到。就那个人居然呢，你到我房间来，你到我房间来，我解释给你听。反正好几次都要闯入到她的房间，还掰一些很奇怪的理由，就说，哎呀，我的钥匙好像在你的钱包里哇，我要跟你拿这样。 他不堪其扰，太恶心了，太恶心。如果是谁，谁都会很害怕。有一个人这样子，一直这样子骚扰我，哪一天如果真的喝醉酒对我施暴怎么办？对不对？好，那他现在想说，总是有一个申诉管道嘛，所以他就去跟他的这个，他是在青年部，青年部的主任叫做蔡木林，这个人选过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在永和区，现在是本来是在劳动部当秘书，但是已经辞职了，因为这个事件辞职，脸书也关闭了。对。那当时一开始他还假装一下，他还跟那个被害人说。 诶、欸，这个很严重哦、喔！送你早餐，这個、很严重、喔，我来处理，我来处理。诶、欸，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只是一个敷衍的一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案情直转几下，他开始针对这个被害人，他他甚至于说，是你把这个问题搞得太严重了，有这么严重吗？我告诉你，很正常啦，是你把那个男的搞到欲火焚身，然后你现在又跟他说不要进你的门，把门关起来，是谁都受不了，好不好？男性动物求偶的时候被拒绝，都会自尊心受损呐、啊，所以是你的问题。诶、欸。 他反过来检讨这个这个女生呢，你知道那个女生心理心理压力有多大？然后后来呢，你知道更夸张是怎样？是就我刚我我讲的职场霸凌，就接下来这个蔡慕林开始对她言言出不逊啊、哦，比如说呢，常常在群组里面、欸，群组是大家都在里面，对不对？对她冷嘲热讽，哎、欸，你想想看，我的同事如果一直看到我主管对我冷嘲热讽，我是不是很丢脸？对，这样就算了，他还三不五时就骂他三字经，用最粗鄙的话，大家因为我们电视是普普遍级，不能讲。 你就想象最粗鄙的话来骂他，直接在这个群组里面直接刁他了對，直接骂他。我是说，哎、欸、哎、欸，我是受害人，我跟你讲，你反而来骂我，你有没有搞错？一各种找我麻烦，然后这，然后这样,後這,樣这样就算了、喔。他最后跟那个女生讲说，因为你造成我们整个部门的气氛变不好，影响到大家的工作效率。我给你三条路选：第一个，你给我离职；第二个，我给你调别的部门；第三个，你来跟那个陈楠道歉。那他选哪一条？ 诶正常人是不是离职或什么？我就不干了对不对。要部门，对不对？因因为他心爱民进党，他想要帮民进党奋斗，所以他选择了道歉。他道歉，他没有做错事，他为什么要道歉？结果你知道道歉的过程更让人家生气。他们约在一个 KTV 里面，然后进到里面之后，那个陈男气势凌人，翘个二郎腿，拿着那个饮料，一副就是说这来给我道歉啊，哪件事情哪件事情哪件事情都是你错。那个女的被迫道歉呢、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然后，当他以为已经结束这一切噩梦的时候，他走到电梯，因为他身体不好，忽然一阵晕眩，昏倒了。结果意识清醒的时候，是那个城南面对面的抱住他，然后非常的得意的跟旁边人说：“如果有人昏倒，就是要这样抱。”那个女生被害人当下觉得我身体好脏，我被玷污了。是，然后，然后结果之后呢？蔡木林有因为这个被害人道歉就原就不去找他麻烦吗？没有。 对他摔文件呐，好，甚至于把这个被害人带到了以前他的主管的办公室，跟着他以前主管说，你把他带走，我不想再看到他。哎，还弄到别的部门去，然后，然后还怎么样呢？把他调职，调职变成青年部助理的助理，叫他去做很多小弟小妹的工作，做杂事，做杂事。最后他受不了,了，为什么？他他留在这边做工作是想要有成就感，结果你现在把我当眼东京都中刺。我好像爱到你，对不对？他选择离开，那他身体非常差。 他离开前以为一切都结束，又又昏倒，然后昏倒。其实这件事情在民进党闹得很大，上面都知道这个事情。结果呢，他离开之后没有得到一句的关心，所以他今天才会因为昨天有另外一个党工出来爆料嘛，对，被妇女部的事情嘛，被性骚扰，然后妇女部压案子嘛，他看到别人这么勇敢，他也出来勇敢一次，所以这个事情才爆发。那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还有第三案、第四案，你可以看出这个就是一个结构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啊，所以。 看到这个东西，真的让大家觉得觉得非常心痛。林达，我真的觉得太奇怪了。蔡木林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他能够这么嚣张吗？他不就是一个二零一九年选中友和立委书的人吗？还是他背后又有一座山？他背后有一座非常大的山。我先讲一下这一次哦，民进党所有的事件，他不是一个什么老老旧上个世代这种这种谁谁谁很资深的那种大咖去压事情。 全部都是民进党新生代标榜先进价值的，一个是林飞凡，一个是蔡穆林，他才会恍就是恍然到，到会说啊，你口中的这些先进的价值，难道都是你计税这个政治利益的谎言吗？这才是大家非常傻眼的地方嘛。所以我们看到大家在讲说，林飞凡不是说最讨厌黑箱作业吗？自己黑箱他还没有作业哦，他连成案都不让成案，黑箱大王，结果是他黑箱。 这一次蔡木林更夸张，刚才元之讲到整整篇的脸书的内容，我说真的，我看到第一段非常沉痛。这个女生她说她真的受不了了，她去跟蔡木林主任求援，结果殊不知跟他讲完之后，没有得到求援，还被踹到地狱的深渊。你知道这个人是心中多大的压力才去跟蔡木林？这个蔡木林呢是什么状况？他背后的大山。 他在二零一九年呢、哦，第一次这个加入，就是参与整个民进党党务的这个运作的时候，是就是怎么样？就是当时候卓荣泰主席的特别助理耶，主席的人呐、啊，主席的特别助理，那是多高的职位啊？就你第一次参与民政党，你马上就是高升到主席核心所有的人马的特别助理，所以他能不能有这样的底气？他当然有这样的底气啊！他甩任何人嘛？他不甩任何人嘛？ 所以你看到他二零一九年当卓龙泰特别助理，他在二零一九年后来被派去选永和的立委，哎，进来短短不到一年，马上又被征召去选永和的立法委员。他在这场选举输了，你知道他输了之后去哪里吗？去哪？二零二零五年又高升民进党青年部主任呐、啊。 这就是民进党有党政有血血脉，你就可以一直往上嘛。林涛，你的意思说，他短短几年之内，他入党当了特别助理，特别助理之后再被征召去选立委，立委没有选上，再回党部当一个青年部主任。青年部的主任，所以他是三级跳。更夸张的是，他被人家爆料，现在他的现职是行政院劳动主管职场性骚扰主管、职场霸凌的劳动部。 当政务次长李俊毅的机要秘书，那也是一个超级高的位置。为什么？你既是政务的次长，你既是政政务部分，又是机要，你几乎就是呼风唤雨了。结果呢？这个到现在我们发现，他昨天晚上这件事情快爆发了。对，这几天大家都沸沸扬扬。为什么？<對>因为赖清德下令全部清查这个案子。当时候在民进党闹了多大？他早就知道自己会被查了嘛。 所以呢，就赶快跟李军讲说，我可能有这个案子，好，我是不是要请辞处理？结果后来我们看到文件上面竟然是写生涯规划。你到这种关头，你还不愿意说实话，不愿意面对你过去的事情，还写生涯规划。你不是知道生涯，你不是有什么生涯规划，你是知道隔天这个受害者要出来爆料你的事情，所以紧急连夜请辞。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蔡穆林哦，为什么我们说这是这个民进党性平或先进价值的神主神主牌是崩裂的？从林非凡，从许家田叫你去华山大草原练习大叫，叫你跳车，到蔡穆林这一种态度，竟然还去跟这个受害者讲说雄性追求异性伤害到自尊，你要体谅啊，你要体谅都是你的问题哈、哦，你要体谅。后来。 在这个青年部对他的这个感觉态度就完全一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是让人真正心痛的地方。而且我们看到这整个部分哦，你知道左荣泰现在跟赖清德是最有关系的，是他是赖清德竞选总部的四大支柱的其中一个支柱，而且他是党主席、党中央办公室跟竞选办公室中间双引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角。 所以今天你看到从这个蔡穆林连接到这个庄，这个卓荣泰，<Okay. S 1> 再连接到赖清德，所以你看到这整个共犯共犯结构，这整个背后的大山，你觉得蔡穆林他有在管大家吗？他管你小小的蛋糕吗？根本没有嘛！所以整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赖清德主席第一时间面对镜头转身就走。 如果如果性平跟先进价值是民进党的 DNA，你一秒就可以回应了，你不用回去盘算完再出来讲嘛？可是你没有马上，你转身离开，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民进党。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请锁定《环一把转》。